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宽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志。今天呢，看来桌上空空的，啥都没。你们知道我今天要干嘛吗？我只能提示你们，今天要教魔方的教学。那你们猜得到教哪一科吗？来喽，我们今天要教的就是这科。噔噔，这颗金字塔魔方。好，那我现在呢？我现在就是大概给大家科普一下这颗的构造。我这颗是果冻的啦，就是它颜色是透明的。这样，这个是奇异的，我没有打广告。我个人觉得奇异的都魔方都还蛮好转的啦，可以推荐大家这样子。然后它有分成几个结构，第一个就是这个小角，这样子，这个小小的最小，然后有四个小角，这样子。OK 吗？但是还有一种，它跟算了，以后再来解说吧。反正它就是这样子四个，它可以转三次就再回来一次的。然后还有大脚，这样子，你那个声音感觉有点爽。好，大概就这样子。然后你可以无聊练手速这样子，我觉得很好玩。没有加速哦，这是原本的速度。你看，像有时候就卡住，然后卡个不小心它就爆掉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二次。好，那我现在先快速的把它打乱一下。好，打乱完了。OK， 它打乱完大概就是像这样子。我们会分成几个步骤。第一个步骤就是先把这个小角复原，小角复原。假如说我现在解黄色面，我们就先把它复原，一样先复原。看这个黄色这边转过来，然后这个要对那个这样子 ，OK， 之后呢 ，OK， 第一步好了，那我们现在就是开始用这颗，我们要对齐大角的这三颗要对准。我如果要解这个颜色的话，就要解这边 ，OK。我先这样转过来 ，OK， 这样就好了。那你可能会遇到一种情况，像是，比较，你可能会遇到，就像这样。如果我现在这样，不管怎么转，它都进不去。然后我这样转进来，然后如果我不管怎么转都没办法。然后你看，我在这边转一下，它跑到这边来，它这边又没有跑进去。现在我们要用什么方法处理呢？我们先让它对称，先让它这边可以把这个推掉，有意思吗？我们一直也可以说，你看像这样就好了，七张就默默的，它已经可以好了。如果我们现在我们刚刚是这样子嘛，这看起来好像什么都不行，但是你只要把它转过来，你会发现一件事，聪明的人应该会发现，这两颗直接这样转下来，它这样也可以好 ，OK 吗？所以你就可以用这，大概就是。应该说只会有这种状况。还有呢，这颗是黄蓝，可能黄蓝和绿看不太清楚，我会跟大家讲啦。像我这个，我觉得这个很松，所以我就这样玩，你就看一下就好。因为它里面是绿色的，这应该看不到啦。好，我们现在是解这个黄色，我们跟那个以前的很像。解33的很像，我们呢不要对，我们是解白色的时候，一个白色朝下面，一个朝右边。如果要这样进来，就是朝右边，不要看白色嘛。那我们现在解黄色朝下面，然后不要这边不要看黄色，这样子对好，这个这样子对好，然后不要转那边哦，转那边它这边就跟那边推掉，所以你要转这边。这边起来，然后这一颗呢，它就可以过去了。过去好，这两个一起放下来，很好，这样我们这颗就好了。继续处理下一个，它都在下面，或者要就是要倒过来的，就是上左下把它倒出来，这样子。然后像我现在这样子，它这颗黄色朝下面，不用问，这个黄色是在左边。那我们现在这个时候呢？不要这样哦，这样就看到黄色了，所以我把它转向另外一边啊！不要跟我讲说转到后面，完全看不到啊！
搞三回，你就这样，你知道怎么转进去啊？不然说你要这样起来转两次才可以，所以就干脆不如这样子让他进来一点就好。这样子呢，我们不行转那边，转那边他会被跟着被转掉，这会跟着被转掉，所以一样是要转这边，上右下这边这样子下来，然后要剩这颗，一样是把它转掉，转进来。OK， 那我们现在这边会有几种，以下几种情况。像这边就是第一种，这是绿蓝、蓝红、红绿。那这一颗掉到，这是绿红射到这边。那我们就要这样子转这个公式哦，懂吗？再次，看好了。我们从这颗要过去，我们要转这边的公式，这颗过去转右边的公式，从右边到左边转右边的公式，看好咯，下右上右下右上，就是这颗到这边，这颗到这边，这颗到这边。那如果你现在是这种情况，这样子，这颗是要跑来这边的，我们现在换做这边。欸，应该说这边啦，也是这边哦，只是我这颗是要过去，刚是右嘛，因为这颗是要过来。欸，啊对啦，如果你是要这边过去，就是先下，然后这边要过来就是先上，所以要转，不要转上右，要转，要倒着转回去，就是上左下左上左下，就是这么简单。好，这颗你已经大部分学会了，你只剩下那个特殊公式。OK， 像是这样子，现在一样继续看，你就感觉他说好像有点不太平均一样。没关系，这是红绿，红绿到这边，蓝绿到这边。OK， 我们一样这边过去，我们要先转下来上。我想看哦，应该是先转上，对不对？先转上，应该是要过去，不是这边过去，所以转上左。下左上左然后下这样子。好，你现在走了，你会发现有一颗好了，但是另外两颗是要倒过来的，倒过来这样子呢，你还要再记一个公式，这样子。这个看不太清楚吧，这样子应该有清楚一点，这两个是相反的，这样子相反，这也是相反。 OK， 那我们现在转这个公式，下下上上下下上上前四步，在左上右下 ，OK， 再次哦，下下上上，这应该就是前置作业，剩下这三颗，对，剩下这三颗，然后左让这一颗可以到这边来上，然后这个好了。这个要到这边来，有这个好了，它这个往下转。OK， 那我们今天就是这颗魔方的教学。那我现在来简单的速解一下，先打乱。OK， 那我现在打乱完了，那我现在准备来速解一下、哦，大家帮我数一下秒数哦。等一下我说开始就开始，来喽，准备喽，三、二、一。OK， 解完了，大家有帮我数几秒吗？那我们这一集的影片，这部影片叫《金字塔魔方》的影片就到这边结束了。如果喜欢的话，请按个赞，订阅我们，开小铃铛，分享给你的好友，请你务必要支持我们哦。因为然后有什么建议或缺点的话，请在下方的留言栏告诉我们。可以，你也可以。如果你是专业 YouTube 的话，请你只可以看你可不可以传授一些技巧给我们，来教我们。OK， 那这部影片就到这边结束喽，拜拜。